真的，你想倒霉，这都快开齐了，九爷还让咱们巡山。行了，赶紧转悠转悠得了，他得赶着回去开齐呢。哎，不行了，我就那么一说，等等我。走，臭小鹿。 通知大家注意警戒，我们在这儿等子荣同志的信号。好，通知后面注意警戒。是。那娘们的，咱是后娘养，人家都搁里面喝酒吃肉，就咱们两个喝西北风。哎，别这什么的。哎，哥几个，等急了是不是？ 老曹，这是给我们的吗？老子可一天都没吃饭了，就等这顿摆鸡宴大酒了。来来来，这个呀不是给你们的啊？什么？老常，你全家人也欺负我们，我们的酒呢？肉呢？不是有人给我们送吗？哎呀，谁敢欺负你们呐？啊，你们不知道九爷是心疼你们，想让你们进去喝，这不让我叫你们来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没骗我吗？哎呦，我哪敢骗你们呐？快去吧。 信号了，所有战士，上山！是是，走！三爷，今年这寿辰可整的不一般啊，多亏老九啊！行了，行了，怎么该喝去吧？喝啥酒？你不准备准备，让你干啥呢？ 我们是民主联军的吧？别什么人，九爷让我来接应你们。谁来说？九爷啊，九爷，啊对，就是胡彪。他让我来接应你们的。那胡彪，他现在在里边干什么？他把这地保群，还有少侠的所有土匪都给弄进去了，又是放烟花，又是唱大戏，可热闹了。现在正领着那帮家伙。 挨个的给座山雕拜寿呢，那地保群，还有少侠的那些土匪呢？进去了，让九爷全把他们弄进去喝酒去了。
所以地堡全员和哨卡子全是空的，没人。太好了！那现在能不能带我们赶快进去？当然了，我这是等你们，就是给你们带道的。好，搜战士，隐蔽行动。是，跟我来。乡亲们呢？进来了！来了！这是啥节目？顺德看见了。 哎呀，你都认不出来谁是谁！行了，老兄。你看这老六，多像个猴子！崽子们，乐起来呀！你看老大，哪儿呢？跟哪儿呢，老大？去去骑驴那唐僧。 就是五府里地堡群了，搜战士，好，拆掉华胥门，直奔魏虎亭。是。 金刚一杯，来吧，花讨厌，醉了啊！大当家的小娘们儿，老爷。
敬万岁爷一杯酒。 三爷，搁这儿看啥呢？那啥，我瞅瞅有没有没进去喝酒的崽子。老九啊，三爷稀罕你，非把稀罕。 送给老九，三爷，谢谢三爷。走吧，喝酒去吧，那你没意思。你看我干啥呀？走啊！
前面绕过去，就可以到威虎亭的正门了。好，同志们听好了，威虎山之战，成败在此一举，大家全力以赴，一举攻下威虎山。是。出发。老八都喝大了，老八，看看他们这一个一个的。三爷，喂，崽子们，来，今儿是三爷大寿的日子，所有崽子敬三爷一碗。三爷，三爷，我敬你。来吧，从老九这儿开始吧。三爷，万寿无疆，福如东海。东北王，东北王，东北王。来，干！慌张的，你家死人了！红条子，红条子打进来了！你说什么？共军打进威虎厅了？是。他们来了多少人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清。咱们山上的弟兄多半都崩嘴子了。操！咱不是有九军、二十师地堡，还有十八道封锁沟吗？都他妈完犊子了！我不知道。他们一窝蜂全涌进来了，现在整个威虎厅全是红跳子。二当家的，咱们赶紧去救三爷吧。救三爷？我救他？我救三爷，他谁救我？想死还是想活？我想活。想活就好，跟着我，我帮你活命。谢二大家，谢二大家的。
小心啊！别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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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不是？我是被三……啊不，我是被座山雕绑来长行的戏子！不要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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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害怕，我们是来剿匪的，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小心土匪，一会儿我们带你走。我知道了。 小心点啊！小心啊！
幸亏老子给自己留了条后路。三爷，翠花，我就不陪你了。 三爷，从现在起，往后的日子可就真不一样了。大姐，妹子们！ 快走！快走！哎呀，别愣着，我是来救你们的，快走啊！快离俺远！你会有那么好心吗？我是老常，妹子，妹子，妹子们，俺们也是夹皮疙瘩，她是常猎户，俺是她媳妇，俺是她媳妇，你真是常大嫂，你还活着，还活着。 先不说这些了，咱们的人打上来了，是九爷救了咱们。对，是九爷救了咱们，九爷是共产党，是民主联军。哎呀，就是以前的老抗联，知道吗？老抗联。对，老抗联。谢了吧，快，快走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快，走。 谢谢组织上的信任，只要能在年关之前拿下威虎山、杨子荣，在所不辞。越是艰险，越向前。 Thank you.
老常大哥，九爷，咱们九爷，大嫂，大家过来一下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再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老常大哥常猎户，这位就是常大嫂，他们为咱们攻上威虎山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好，好。另外，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。过来呀，来来来。老张大哥，你看看，像不像你闺女？九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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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九爷，咱们一家人这辈子怕是见不着面。九爷磕头，九爷给你磕头了，九爷，哎，这是干啥呀？来，快起来，来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。九爷，那啥，别谢我。要是没有党，要是没有党，这么多年。把我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侦查员，我也不能到这威虎山来跟他坐山雕斗。要谢，谢共产党，谢毛主席，谢谢203，谢谢203的英明计划，还有这么多战士，大年三十晚上能够冲上威虎山的英勇行为，谢谢他们。谢谢首长，谢谢。谢谢首长。我们要谢谢你，谢谢。山里的孩子吧，对，孩子，别动了，孩子，放开我，孩子，来，王娟，别动，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你是不是特别冷啊？孩子，我问你。你告诉我实话好不好啊？其他的孩子都在哪儿呢？
腾哥。是。二零三，孩子，全是孩子。腾哥，把这些孩子全抱出来。快点吧。甚至会恨我们，可我相信，有一天你们长大了，一定会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。这里又黑又冷，让这些叔叔们带你们到能乘凉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这些孩子们也终于可以替他们的祖辈完成了一次灵魂上的救赎。威虎山的土匪也终于剿清了。二零三，东北民主联军剿匪特战小分队战士杨子荣完成任务，请求归队。二零三，东北民主联军剿匪特战小分队战士杨子荣完成任务，请求归队。怎么熬过来的？其实我知道，你也不比我好过到哪儿去。辛苦了。你也是。过年了，一九四六，再见了。子荣同志，过年好。二零三，过年好。
下，下，下，下！咦，张腿，你腿怎么样？没事，后头不用管我，赶紧赶路走。魏虎星还有多远啊？顺着他大道走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好，我们再加把劲儿，大伙儿一定需要我们。走，下，下，下！杨排长，你给我们大家讲讲，你对付座山雕哪来那么多妙法？哎，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叫生死不怕，必然神通广大。 哎，对，神通广大，要说啊，这仗打得好，就好比是八月里面照螃蟹，就照着那个岸边上了，一照一个准，一网打尽。<笑>一点不错，这就好比六月份捕苍蝇，百鸡宴就是那苍蝇纸，一下子把这帮王八蛋全给粘住了。哎呦，好，大伙说的都好，我说个灯谜，大伙儿想不想猜啊？好，猜灯谜好，猜灯谜好。 上了一句是，两年打了一场仗。两年打一场仗，下一句，半小时，消灭一个旅。我猜到了，我也猜着了，不可能这么快。你先说。小分队智取威虎山，百鸡宴活捉座山雕。好，好，好。报告零三，战场打扫完毕，小分队共计八人受伤，其中刘全和李恒宇的伤势比较严重。 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？魏虎山二当家的尸体没有找到。二零三，通往后山的密道被堵上了，所以我断定，魏虎山二当家的醉花，应该是趁乱逃跑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小分队分三队行动。第一队护送受伤的战士。 回武牡丹江治疗。第二队押解俘虏，直接奔赴佛塔密与留守在那的黄连长会合，进行交接。第三队护送被解救的百姓，让他们平安的回到家中。二零三，我请求护送伤员前往武牡丹江。不行，魏虎山余匪正在外流窜，我担心。杨排长，我白茹也是一名战士。 二零三，我请求你批准我立刻出发。那我走了。胡生，到，带五名战士护送白茹同志。是。能武，跟我走。 杨排长，我们来了！杨排长，我们来了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哎呦！哎呀，干什么呢？快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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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是紧赶慢赶的，还是来晚了。哎呀，张队，你来的最早。 英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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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是英雄。虎头，你不是有情报要给二零三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快啊！二零三。
情况在里面。老圈，拉我一把，起来，老圈，来。哎哎哎呦！他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张嘴，我没事。孙楠的同志腿，恐怕真的是不行了。赶快到里边说话。来，快走，走。二十三，情报还走了。两只手给我控制住，长腿，你赶紧说实话，你的腿伤到什么程度了？哎呀，你说话呀，到底什么程度了，长腿？快说，腿没知觉了。我真后悔让你带我来。宝刀，这不赖你。二零三，二零三，情报，你先看情报。你先别说话，先把长腿送下山去，送到牡丹江军官区医院。还有担架吗？所有的担架都跟小白哥下山了。前后就差了不到半个小时。二零三，你真的不用管我，我真没事，你真不用管我。我缓一会儿，我缓一会儿就好了。走，哎，走，我哪儿都不去，你们别碰我。长腿，走走走。愣着干什么？听话，走！走！不去牡丹江，不要和你们在一起。不去牡丹江医院，你若长腿，就变成长腿了。走，走，大哥，到了军飞区医院之后，一定要跟白院长说，攻下威虎山，长腿这两条腿功不可没。是。抓紧了。哦，对了，二零三，你赶快看一下那份情报。我觉得特别重要。今特令五旅长崔、四旅长徐、一旅长马率部队正月初四会攻夹皮沟，全力合击，一网打尽。接此令，务要奋战勇为，报向党国。此令，国民党兵随图家党务专员侯殿坤、中央先遣军兵随图家保安总司令谢文东赴战斗口令，剿灭赤患，联络记号，放三把火。团中青年一律杀尽，以绝共军后援。团中粮食一律抢光，以绝共军之势。太狠了，这个老道既能调得动座山雕，又能调得动徐九彪。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要得逞的话，那夹皮沟地区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这些个土匪一定要彻底清扫干净。没错，这件事情我已经想清楚了。定河道人，他不仅是侯殿坤情报的中转站，而且又是地下先遣军的策划者。侯登，这个情报你是从哪儿得到的？神和庙里的那个女人啊，原来很少出来，我看她这次出来就觉得她一定有事儿，我就跟着她，最后我把她拦下了，就拿到了这个情报。那个女人呢？她已经自杀了。我觉得那个女人一定是跟着老道多年的一个特务。自杀了？那个老道一定跟她特别交代过，如果不能顺利完成任务，或者把这封信安全送到，就让他别回去了。玉忠啊，子忠同志，你在威虎山这么长时间，有没有什么徐九彪的消息？闲谈的时候，倒是听左山雕说过，徐九彪这个人爱财如命，且诡计多端，行踪不定，所以他的巢穴，没有什么人知道。
就连坐山雕这样的老匪都不清楚。黑瞎子沟山高林密，沟壑纵横，一般没有人敢进去。听坐山雕说，就算有人进去，也是去拔枪头，徐九彪也会想方设法害死这个人。许大马棒有仙姑洞，坐山雕有威虎厅，可是这个徐九彪的黑瞎子沟，没有人知道在哪儿。狡兔三穴，狐贫鼠富，真是一只狡猾的狐狸。这家伙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金师叔，快！来，大哥跟上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怎么样？白同志，我没事。白茹同志，你们让我下来，能走？不行，你伤得太重了，大家抓紧，快！好，你坚持住。同志，我们好像迷路了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要不让大家休息一下吧，我们先去找找路，等到天亮了我们再出发。金师叔，只好这样了，赶紧找地方搭帐篷，给伤员们生火取暖，走。你想干啥？让他家？哎呀妈！这么多黄坑子啊！想反摇是吗？啊！儿子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就给我捡起来，捡起来！哎，好。阿大家，你咋来了？出啥事了？进去再说。哎，他娘的，越想越生气。今天是大年三十，又是三爷的坎子，他们在那头大鱼大肉什么都有，你看咱们的兄弟们冷冷清清，要啥没啥，真他娘的晦气。你他娘的瞎掰掰啥呢？这话你咋不跟二当家的说去？二当家的，你要跟我说啥？二当家。二当家，我啥也没说。你咋来的呢？出啥事儿了？威虎山完犊子了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办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办？对，二当家，怎么回事？这个都他妈变啥事儿了？我的娘！也不知道这帮共产党是受了哪路神仙之引，摸到山上来一顿乱突突。估计这会儿，金刚大爷和三爷都崩嘴子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这怎么了？这不可能吧，二爷？不可能啊！幸亏老子有先见之明，把你们这帮小崽子藏在这儿，要不然这会儿，你们他娘的不是去见阎王，就是去登书房去了。谢二爷高明，还是二当家想得周到。是啊。二当家，那咱现在咋办？是二当家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他娘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反正我也活山石待不下去了，得赶紧想办法摸出去，先把命保住才是。二大家，我们哥几个可得跟着你啊，你可不能把我们丢下呀！是啊，不能把我们丢下呀！给我们丢下！你们说啥呢？啊，你们可都是我醉花的贴心崽子，我要是把你们留在这儿，你们吃啥？你们喝啥？ 只要你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忠心于我，我醉花绝对不会亏待你们。二大家放心吧，二大家你放心，我和这些崽子们一定死跟着你。对，二杆子，哎，找两个机灵的崽子，去门口看着。你们两个去洞口守着，机灵点。哦。 不着急，现在山上全是空档，摸出去准没个好。先弄口吃的，掏好身衣服，等天一亮，咱们再走。哎，愣着干啥呢？拿吃的去！快快快！是，哎，你们两个把这给我抬出去，买好了。 白茹同志，探路的同志刚回来，你也再休息会儿。来，快披上。太冷了吧？还好。多加小心。好，谢谢白茹同志。 共产党，共产党，有多少人呢？看不大清楚，但是好像人不是很多。他们的守卫很单薄，好像还有伤兵。真是冤家路窄！崽子们，前打后别，压上去，杀了这帮共产党！是，走。 来，压回去！来，来。
你们请命，等我。哥，带个崽子绕到帐篷后头，拿手榴弹，给我把他们轰出来。是，用手榴弹，快！给小五他们开路，走。 我是被三啊不，我是被座山雕绑来唱戏的戏子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你别害怕，我们是来剿匪的，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小心土匪，一会儿我们带你走。是你？哎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！我是被座山雕绑上山上来唱戏的。无耻！无耻！ 就是无耻，我要是不无耻，我他妈能活到今天吗？啊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呸！臭土匪，骂吧啊！随便骂，我这辈子反正他妈被人骂习惯了。二杆子，哎，给我把他捆了，我可领教过女共党的厉害。好。老师，我怎么说的啊？ 女共党没有一个是善茬。二当家，我插了他替崽子们报仇。慢着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二杆子，啊，咱们有地方去了。去哪儿？ 带走！大，住！来人呐！大夫！大夫！有人吗？快！来人！快点！怎么了？快！怎么了？孙大德，孙大德怎么了？大腿冻伤了，在哪儿？在这儿，在这儿。走！ 诸位，年关暴动即将开始，两山一庙已准备就绪，我们大锅盔为什么迟迟没有行动啊？我早就想杀素随分店了，压境加逼沟，重整奶头山。可惜啊，咱们不是没有人马吗？徐夫人虽然没有人马，但是精神可嘉，就这一点，足以令我们这些须眉男儿。 汗颜，不是我危言耸听。年关暴动，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，都是为党国建功立业的绝佳机会。我向各位保证，国军主力渡江北上，有军功者，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谢司令，你表个态吧。东山再起。
谢某梦寐以求啊，无奈啊，官杆司令无力回天呐。不过一旦年关暴动酿成良机，不是谢某吹牛啊，不出仨月啊，聚集万把人马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从吉林德惠直到佳木斯凋零伯利，只要谢某号令一出，各路豪杰必然是闻风而来。谢司令，你说的都是年关暴动以后的事情，说说眼下目前。这个眼下目前还得请德林兄配合呀。李队长，年关暴动你打算怎么配合呀？我那八十来号人砸窑串线还行，真是搞这么大的动静，还得听侯专员的调遣。好，那马旅长呢？还打算坐山观虎斗吗？侯专员，这话是何用意啊？如果论实力，你马旅长最强。年关暴动以来，我三令五申让你雷厉风行下山参加年关暴动，可是你一说防务，二说粮食，迟迟不肯行动。如果贻误了年关暴动的最佳战机，那以后在剿总面前，我可不好替你说话呀。哼哼，侯专员，马旅长并非故意拖延，只是我们觉得绕到柴河镇侧击牡丹江这条路确实不可行。好啊，过两天咱们四旅五旅就能占领夹皮沟了，只要我们砸烂王茂屯，就可以乘胜前进，长驱直入，直捣牡丹江。哎呀，那就捣啊，还等什么呀？真是的。哎呀，以后这种会啊，别叫老娘我了。哼，我先走了啊。一群老爷们儿，吹牛一个顶俩。感觉好点了吗？大夫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拿血搓了半天了，这腿怎么没见好啊？他的腿动得实在太厉害了，弄不好都有截肢的可能。你说什么？他说有可能截肢。截什么肢啊？给我重新说。坦克，你能冷静点吗？我怎么冷静？我没法冷静。大夫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啊？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你们知道这双腿立过多少军功吗？你们要锯了他。大夫，我告诉你，他叫孙达德，他的外号就叫长腿。我们牡丹江剿匪特战小分队的侦察员，我们打威虎山，他为了拿到杨子荣同志从山里面得到的情报，一个人爬雪窝子里爬了几天几夜，得到情报之后一刻不停地返回我们小分队，他是爬着回来的。如果没有这个情报，我们怎么能攻得下威虎山？你们告诉我他是谁，他是什么人，他是英雄，你们要把英雄的腿给我锯断了。别说了，坦克，别说了。我怎么不说？我今天必须说！我告诉你们，谁也不能拦着我，哪怕违反军纪，我也要说。谁今天敢把这条腿锯断，我毙了谁！刘寻仓同志，我们没有人想让他截肢。如果他这双腿真的保不住了，我们要勉强留下他，那会涉及到别的问题。你别跟我说这些！坦克，你别这样，大家一定会竭尽全力保住的这双腿的。Thank you.
如果你这条队保不住了，我的队就是你的队。小董，你怎么来了？白院长，是小分队的人有人受伤了吗？啊，孙达德的腿冻伤了。哎呦，怎么搞的？为了拿到情报，他在威虎山上面等了几天几夜。哎呀，白茹没跟您说吗？白茹，我们打下了威虎山，白茹带着伤员先回来了，他还没到吗？啊，可能是他带着伤员，动作会比我们慢一些。啊，也许吧。可是天色这么晚了，要不白院长您先回去吧，我再进去看一看。我跟你一块去。哎，白院长，他刚睡着了。我还是进去看看。哎哎，白院长，都已经处理好了，等他醒了我再去叫您。白院长，你快去看看那个病人。我待会儿过来啊。哎，坦克，我刚才在外面碰见白院长，无意中提起白茹，他说白茹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？嗯，不应该啊，白茹比我们出发的早，按道理早应该到了。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出什么事儿？别瞎说。你们去吃点东西吧。陆同志，谢谢你。我们就不在这吃东西了，抓紧时间赶回小分队。哎，孙大德同志，最近一段时间就拜托你了。嗯，我们一有时间就会回来看的。他最近可能情绪上会出现一些波动，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多担待。等到时候，我们兄弟一准给你赔个不是。嗯，放心吧，我会像照顾亲人一样照顾他。嗯，借一步说话。有件事儿，还得拜托你一下。小白哥带着伤员从威虎山离开了，按道理他应该早到医院了，他比我们出发的早。嗯，可到现在这人还没有回来，我有点担心。这样，如果小白哥回来了，麻烦你告诉他第一时间给我们小分队来个信儿。好。哎，如果小白哥要是没回来，也不要跟白院长多说什么，免得他担心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白茹没回来，陆同志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小白哥一定会没事儿。嗯，剩下的就拜托了。走了。王队，我等着你站起来。小堂哥，走了。二杆子啊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看来看去都感觉差不多呢？啊，不知道啊，咱迷路了吧？
迷路了。你他娘不是经常下山吗？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刚从山洞里出来那会儿，我还明白点，可这今天丁欢一顿乱打的，跑来跑去，现在天也黑了，还下这么大的雪，我就懵了。真是个废物！啊，还愣着干啥？赶紧想招啊！啊，想招，想招。二当家的，要我说，咱把这供档插了，扔这儿算了。咱骑着马一直往前走，准能找着出路。你放屁！我插了你都不会插了他。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份大礼，有了他，咱们才能撬开大锅盔的门。没有他，就算是跑出去也活不了几天。行了，一直往前走吧，先找个落脚的地儿，挺过这一晚，明天再想辙。哎，去，走。起来，水灵，洗澡你挺快。三炮，越来越没正形了啊！一天到晚就喝酒、打牌、泡娘们、睡觉，事儿你都不管了。哎呀，你现在啥都不管了，我还管啥呀？那你行，你混吃等死吧啊！你说咱这一猛子呀，在大锅盔待的也有些日子了。你每天都说什么东山再起，东山再起，你看人家，人家对你那是狗嫌人不待见。我真不知道你图的是个啥。我现在是已经心灰意冷喽，能混一天是一天，混不了，大不了给自个儿留个枪子儿，也就怎么着了。你说咱这一猛子呀，在大锅盔待的也有些日子了。你每天都说什么东山再起，东山再起，你看人家，人家对你那是狗嫌人不待见。我真不知道你图的是个啥。我现在是已经心灰意冷喽，能混一天是一天，混不了，大不了给自个儿留个枪子儿，也就怎么着了。还有那个什么狗屁专员，人家根本就没把咱们当回事儿，你还天天琢磨着弄个什么旅长当的，哎呦，做梦吧你！三胖，越来越没规矩了啊，咋跟我说话呢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咋的还不爱听了？哎，我说大小姐啊，你就醒醒吧，与其说咱们这是坐以待毙，都不如一走了之。哎，别的不说，就凭咱俩手里的这点家伙，就算下山能打几只羊，咱们也够吃够喝，不至于看别人的脸色吧？反正我在这是待腻歪了，我就不走。他们答应给我的呀，我就要要回来。再说了，都过完年了。这几天啊，山下年关暴动就该有消息了。我99都败了，我就差他最后一嘚瑟呀。我就给他当个坐地炮，看咋的。我说你呀，就是一个死爹喊娘的倔眼子。反正我呀，是没耐性了。三炮，三炮，你就再陪我一阵子啊！我琢磨着，咱俩的日子就快透亮了，真的透亮。嗯，我郑三宝栽就栽在这句话上，透亮。大小姐，
你要真想让我留下来陪你，那你就陪陪我呗。哎呦，说啥呢？咋的？你想干啥呀？你他妈有本事把我给撸了呀！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我去你妈的！你要干什么？我在找东西啊。这你要打开吗？为什么不能打开？别动！别动！把枪放下！我叫你把枪放下！戚部长，这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韩真，戚部长，韩真。其实呢，你的电报我们早就破译了，只不过还缺少一些必要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放到原处。不过现在好，因为我们要的东西都有。站起来！我这儿呢，还有个名单。花二桥胭脂铺的刘掌柜，乐逍遥旅店的薛掌柜，卖山货的王喜才，军分区的秦护士，还有一品茶楼的。戚部长，我可以戴罪立功吗？好，坐。给你发指令的什么人？代号冰坨，更没见过他。千面佛是谁？更没见过。道长，大过年的。怎么起得这么早？进去暖暖吧。哎呀，不用了。大锅盔回店了没有？一直没有，估计是忙着过年吧。一群猪狗不如的东西，年关暴动竟然视同儿戏。道长，年关暴动后，形势有什么变化？年关暴动。威虎山、黑瞎子沟、大锅盔同时出兵，分进可击，必将共党进剿部队全部消灭。一旦成功，必定军威大振，江北地下人物必将如影随形。拉起十万人马，指日可待呀！要是那样的话，各个山头。
可就不是刘家了，您也不仅是苍蝇啊！哎呀，雪地有冰天，苦忍多年，卧薪尝胆，出头之日，可待。继续给大乖乖发报，询问一下年关暴动进展准备的怎么样。 去吧。好。乡亲们，大家听我说，大家伙儿现在都回家吧，别在这挨冻了，这儿。 有我们几个给大家守着，一有消息我们马上告诉大家。三妹儿，我们不走，我们就在这儿等。对，我们大家都在这儿等着。我也想好了，今天如果小分队和民兵要是回来了，那他们就是打了个大胜仗；要是不回来，我就是拼上这把老骨头，也要给地方孩子们报仇。乡亲们，你们看。 他们回来了！哥，是我哥！哥，我们胜利了！哥，我们胜利了！哎，看到没有？他们回来了！有气啊！回来了！他们胜利了！共产党被活捉了！安禄山回来了！ 乡亲们，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！啊，看看好，过年好！战士们，过年好啊！大家快看，东城匪营的剿匪英雄杨子荣同志也凯旋而归了！大队长，你回来了！代表甲兵和所有老百姓感谢你。别，谢谢老抗联，谢谢共产党，今年呐。 我们可要过个通感年了！给乡亲们敬礼了！哎，这个，这算是物归原主了。不，您还是拿着，留个念想啊。哎，他给你帮上忙了吗？帮上大忙了。那好，那好，那好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。 老三大哥，来，你还给他。老人家，你认出我是谁吗？你是小小蘑菇大叔，你好好瞅瞅俺们俩，看俺们俩是谁。 八年了，老常，是，你是老常啊，是我，老人家，我想，蘑菇大叔，谢谢您照顾长宝，老人家，乡亲们。 我和长宝他娘都活着回来，是咱东北民众联军救的我们。是九爷，是九爷救了我们。是九爷救了我们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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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不兴叫九爷了，九爷。爷爷，杨排长就是九爷。杨排长。 是杨排长救了我们的，杨排长救了我们。这十几天，你都在威虎山当上九爷了。
哎，座山雕给你封了第几大金刚呢？老九，第九大金刚。好，好，好，九爷，走，咱们进村儿。走，走，回家，走，回家，走，村儿，走，回家，回家。二当家，进来吧。进去。走。大牛，老实点啊。哎呀，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别他妈废话，赶紧找找这屋里有没有啥吃的。是。把他嘴上那块布给我拿了。哎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这小丫头脸够嫩的啊，小脸蛋儿都能捏出水来了。老他妈宰了你行了，你要宰了他，我他妈先宰了你。都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他是我敲开大锅盔进门的金建礼。二当家，快给我过来。哎，行了，我行了。看好了，二当家，别碰我，还挺有劲儿啊。二当家，我看咱威虎山都完了，这大锅盔也不安全。不安全，不安全，不安全！那你说大锅盔不安全，去哪儿安全？瞎叭叭啥呀？你知道侯专员背后的老大是谁吗？那是蒋委员长。如果去大锅盔都不安全，那还能去哪儿安全？做梦去吧！坟墓才是你们最安全的地方。小丫头片子，有了你，我去哪儿都安全。哼，男不男，女不女，在威虎山。我就不该放过你这个二椅子！骂吧，随便骂。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，既然你落在了我手里，就证明天不绝我。你敢告诉我，你叫啥吗？不敢呐，怂胖。我叫白茹，战友们都亲切的叫我小白鸽。小白鸽？小白鸽。我有件事情不太明白，想问问你。俺们威虎山有九群二十七地堡，你们凭什么那么轻松就攻下了我们威虎厅？你们是不是有内应？那个人是不是胡彪？是不是老九？我不知道胡彪是谁，我也不知道老九是谁，我只知道在那里有我们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排长。杨子荣，杨子荣，胡彪，顾有儿，老九。还是穿上咱这身军装，心里头踏实。把我刚才说那句话写在你这本上啊。好。哎，陈振宇，你说你老写着《天天记》，
有啥意思呀？这可不叫天天记，这个叫日记。我想的是，等咱们解放了，大家呢都卸甲归田了，我没事再把它拿出来翻一翻。这一呢，能回忆起咱们的这段时光；二呢，也能给咱们的后人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。真好。进。二零三，都没睡到啊。二零三。剿灭徐九彪，没准儿他还能派上大用场。看来你已经有计划了。没错。刚刚军分区送来消息，说徐九彪很快就会到甲壁沟。这对于咱们来说，是一个天赐的好机会。这徐九彪的命，他算是走到头了。二零三。这个徐九彪阴险狡猾，他要是不来咱们甲壁沟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不来，那就按照二零三的计划，我再办一次虎标，把他引出来。蒋参谋，蒋参谋，哦，谁呀？田副司令派我接您到军区司令部参加紧急会议。什么时候？就现在。啊，好吧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田副司令特意嘱咐我要跟您一块儿去。啊，好吧，啊，你稍等啊。好。完了，什么？冰坨。完了，那年关暴动，恐怕被暴动的应该是我们了。把这里的一切文件都给我通通烧掉。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两手准备，该毁掉的就都毁掉吧。按时间来说，子荣同志现在已经出发了。根据兵随突加特派专员的指令，现在应该对夹皮沟地区发动进攻。咱们大伙儿给徐九彪整出点动静来。同志们，打出点节奏来。是。娘的，上去吧。先别慌，等威虎山跟共军小分队干得差不多了，再下去也不迟。玉，站着别动，干什么呢？再动插了你！别动家伙！五旅的，你们是四旅的吗？哟，早他妈不用这番号了，这猛一听还挺别扭哈。剿灭，撤换。不管你是谁，下马来，双手抱头上。那啥，那个徐旅长在不在？
草野、飞田、山前两岔，后山一谷，让开路，桥通天梁。前面带路。报告。进来。司令员，是不是要开会呀？是啊，开什么会这么着急？不急不行啊，现在内鬼外魔都在出动，我们的解放区到处都是匪特在行动，我们不能束手就擒啊。啊，是啊，哎呀，这些妖魔鬼怪早就应该一网打尽了，巩固咱们的根据地，强力的支援前方，三下江南。说得好啊！哎，司令员，那咱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？我倒想听一听你蒋参谋的高见呀。我，哎呀，我还是听司令员您的指挥。听我的指挥？啊，那好，坐下说。上校团副胡彪奉三爷命前来觐见徐爷。胡彪啊，说来话长，奶头山花大了，咱老胡侥幸捡了一条命，如今在三爷那儿挂住。共军干的咋样了？一个没跑，一个不剩，今儿个咱们两家算是拉对马掐花灯，三爷请徐爷下山。你先等会儿，我在路上听说你们威虎山昨天就下山了。咋的？现在共军小分队这块骨头不好啃吧？两天了都干不下来。确实，共军小分队确实有点难度，但是咱们两家拉队马联合作战那没问题。不是，你们这是啥意思啊？有军令有军规，说好了初四晚上联合行动，你们他妈怎么就抢了先了？徐爷，息怒。我们三爷的意思是，怕走漏了风声，让共军跑了。啊，怕他们跑了，你们招呼也不打，说动手就动手了。我这帮兄弟俩眼瞪着呢。要是我们现在下山把共军磕下来，这账怎么算呢？徐爷，功劳算大家的，东西五五分，这是我们三爷的意思。哎，还是三爷敞亮。那咱们下山，前面带路。徐爷，走走。走。杜聿明几十万大军都动摇不了根据地一丝一毫，几股土匪还有一些地下坏分子想动摇我根据地的政权，白日做梦。
你说呢？是啊，不过现在咱们解放区的兵力啊比较空虚，再加上啊各地的民主政权刚刚建立，我是担心敌人会趁虚而入。嗯，说的有道理啊。不过乌合之众，蛤蟆老鼠，成不了大气候。有个假道人想搞个什么年关暴动，依我看呀，是年关覆灭。年关暴动，假道人？怎么，你不知道？没听说过。哦，你要没听说过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他们想调威虎山、九彪乃至大锅盔的土匪一起出动，再把他们那个所谓的地下先遣军召集起来，里应外合，颠覆我解放区政权。这帮人呢，胆子太大了，胆子太大了。不过蒋参谋，你不用担心啊，威虎山已经在除夕夜被我英雄的小分队剿灭了。今天王团长他们就会押着匪首座山雕回到牡丹江。太好了。二零三，他们来了！剿灭！士官！九爷，九爷回来了！九爷回来了！请徐旅长到里面会见，请兄弟们歇歇脚，商议后再挑面。好啊，看看这盘子有多少骗子。三爷都得了啥好东西？徐爷，请吧。等会儿。是你们三爷不讲究，说好的拉队马，他提前下山行动了，这不是坏了规矩吗？我们没犯啥毛病，有啥事儿让你们三爷把这事儿到这儿给我一五一十的说清楚。进去，跟三爷通禀一声，徐爷要探探底，让三爷斟酌斟酌，以和为贵。好嘞，九爷。这儿，兄弟，打把手。徐爷，这是怎么个意思？去，看看那骗子的真假啊！是。站住！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三爷面前的红人啊，我得把你拴住了。万一我和弟兄有些闪失，有你都好办，是吧？明白。二零三，这个徐秋彪实在太狡猾了，咱们打还是不打？子荣同志现在在咱们手里，如果现在打的话，他太危险了，再等等。让四里的弟兄进去。师爷，里边全是黄啃子。那还愣着干啥呀？赶紧包黄啃子吧。等会儿。师爷，
出了乱子，可怎么办？我在这儿呢，能出啥乱子呀？他们一会儿都得给乖乖的搬回来，让弟兄们高兴高兴。旭，咱们还是赶紧进去吧。三爷里头有酒有肉，等着跟你唠嗑呢。别，亲兄弟明算账。再说这里边到底有多少黄白啃子，我得探探底，不是？去吧。走。这个假道人代号千面佛，原名宋宝森，日伪时期就是一个兼与日本特高科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务头子。他杀害了原来的道长韩荣华，潜入神和庙，伪装成定和道人，兴风作浪。有这种事儿？今天找你来开会，就是研究一下这个千面佛手下还有哪些得力干将。这我哪知道啊？别的不知道，你总该知道冰陀是谁吧？冰陀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拿进来。这个冰陀就是阁下。瑞安，罗安叔叔，过来。你怎么来了？他在呢。没事儿，我能对付。瑞安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刚从威虎山下来，坐山雕已经完蛋了。这个老道啊，也蹦跶不了几天了，你赶快回家看奶奶去吧。不，我不回去，我要留下来帮助你。估计老道已经觉察到什么了，他们正在销毁证据呢。罗叔叔，要不要把那些东西拿过来？别去，就算没有这些东西，他们这个时候也很容易狗急跳墙。水安，到庙外找蹲守的民兵，让他们把这里的情况报告203。水安，快去。真没想到啊，这皮衣又立功了。报告，进。哎，你们俩咋这么快回来了？回来打徐九彪啊。紧赶慢赶，还是没赶上吧。打完了。打完了。哎，
长腿怎么样了？大夫说，长腿有截肢的可能。203，还有小白哥他。小白哥？小白哥他怎么了？203，我们两个人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小白哥和伤员还没有到。长腿他一定会站起来，小白哥一定会回来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老三，天快黑了，人也走累了，我们找个地方，哎呦，歇歇呗。不动了，你想歇会儿是吗？我让你歇，啊，让你去拴那两匹马，那两匹马居然给弄丢了。他妈只听说过土匪抢别人东西的，我没听说过别人顺土匪东西的。要想活命，就赶紧给我起来。来，你，你咋不把你丢了呢？滚，压着，走，快点！老子什么时候走过这么多的路？二杆子，这冰天雪地的，咱得赶紧找个落脚的地儿，要不然真就冻死在这儿了。废物点心，难怪你们被消灭。你说什么？窝囊废！老子们插了你！哎呀，行了，省点力气。我起来。哎呀，小白哥，别以为我真不敢动你。快喝你这张嘴。走。你说这小丫头，她还真行啊。咱都累得够呛，她一点事儿没有。穷棒子，天生的贱骨头。你才是天生的贱骨头，狗骨头，狼骨头。我告诉你，闭上你这张臭嘴，否则到了大锅盔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等小分队过来，看我们怎么消灭你。